在玩这段时间，甚至在期间可能有好的几天，其实这种公司也是非常希望我出来给他拍的，因为我还是很喜欢演戏，所以希望两头都互到吧。有没有在歌坛上一些模仿一些榜样？我喜欢王菲。我相信他会是一个优秀的歌手，因为以他从他一个做事认真的一个态度，尤其他现在在日本学习，在日本的一个受训，我想是非常的严厉的，每天可能就是除了上课和休息睡觉，那这样的一个训练下，我相信不管是他在舞蹈啦，那因为他也说他在日本也其实真的蛮辛苦的，就是除了要学习语言，甚至学习声乐、学习舞蹈，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基础下来，我相信他可以进步非常的快，而且最重要，他现在才18岁，所以我相信他现在也对他各方面都相当有兴趣，学习能力也相当快，是最好的一个时期。CT， 我想在这边祝你生日快乐，当然祝生日快乐之外呢，希望说在未来日子里面你要好好的加油，好好努力，那我想你是全天下里面最幸福的人，那看到这么多人来替你这个过生日，那我想就回想起我以前过生日的时候也是像这样子，所以你必须要好好的珍惜这一切，好好的努力，加油。